没有戒指，也没结婚，是单身的。现在才想起来考虑这个问题，晚不晚呢？对不起啊，你别误会，我从来都没有跟店里的客人发生过关系。想多了 ，OK。我不是你的客人，我们也不在你的店里认识的，对吗？这次过来太急了，没有带什么随身衣物。就想顺道买一些啊。如果让你有什么不舒服，我以后不会再去你工作的地方。我完全尊重你。我知道你在哪里上班，我转身买了张机票，飞过来找你，是不是越老越没出息了？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啊。什么？为什么在游轮上要拒绝我？不喜欢艳遇，没那么随便。那你为什么今天肯跑过来找我？因为你突然出现了，出现在我熟悉的环境里，没有像极光那么漂亮。我这个年纪喜欢看得见、抓得住的东西。我不是说了吗？弄个单人间就行了，还弄了个套间。咱家也80多平，不能换个太小的，不是吗？老婆，你去里屋把爸的床单铺一下。啊，我去把房卡门禁卡办好啊，您先休息一会儿。要不这床？行。那年送你读高中，也是这么给你铺床。一转眼儿调过来了。那年我才16吧。你妈没那年你13。14。您知道后来我为什么死活要去读寄宿高中？自打你妈没了，咱们爷俩到今天了。不奇怪。其实有件事我一直没跟您说。我初二那年第一次来例假，我当时也不知道怎么跟您说，还假装没事人一样，硬是骑车去上学。我当时猜出来了。当时7月份的夏天多热呀，我肚子疼得要死。
骑车骑到一半就吐得稀里哗啦的，我当时心里就特委屈，但是回家一进门也没办法跟您说什么，还是开不了口。就为这个，高中毒激素，上了大学躲在宿舍里不回家，可能就是想躲那种尴尬的时候吧。其实后来想想，这么多年你也有很多这样的时候吧，有些话没法跟我说，或者根本就不愿意跟我说。我知道你死活搬来这儿就是不想成为我的负担，我唯一说服自己的理由呢，就是看着这一院子老人都是你同龄人，要是没办法开口跟女儿说的话，至少还有人听。我就当送我爸去了个寄宿学校。手机没收，工作。哎，我马上过关了，我肯定能过去。我跟你说，我这几年专门跟这几家老骨头在打交道呢，我多少有点心得，你得跟我好好学。谁说我光玩手机了？我已经把该咱们俩负责的几个牌子都捋了一遍，这几家我包了。这个第一家，还有后面这家，你肯定不行。我得。姐姐，你饿吗？哎呦，都七点多了，我给你点。中中。你看你要吃什么？我自己点。嗯。好了，点好了。360，你吃多少啊？我这大晚上受苦受累的是因为谁啊？姐姐，你没这么抠门吧？哎呀，我终于接到新的订单了啊！看看，还这么巨大的一单。嗯，等我把这个合同寄过去，他们盖章签字返回来以后，这单就算落定了。这两个月总算松了一口气了。哎，这段时间真的辛苦。松一口气了，是不是？嗯。哎呀，我先得算算，首期款打进来以后呢，先得把拖欠两个月的员工工资给付了，然后还得把沈杰的钱还上。我现在特别特别想送你东西，我要好好的犒劳犒劳你。说你想要什么？我有想要的呀。你赶紧说。我想要。逗你呢，等再过半年吧，等半年以后咱们公司的利润稳定下来，我再狠狠地敲你一笔。那不行，你现在就敲，直接敲来往头上，直接敲，拿这个敲。怎么舍得敲你啊？我知道，我想把投保份额全部都赎回来。顾小姐，这样做不但利息全无，本金也会有一定损失，未来。即便你想再买回去，但我现在急需用这笔钱。好吧，那我尽快帮你办理投保手续。好，谢谢。李姐，周小阳还没回来啊？哎呀，肯定是搞不定的呀！你也真是的，把最难的几个给人家小孩，你不是为难人家吗，小琴呀？
有人找哎。姐，我加你微信。哎，我扫你。好呀，好呀，来。好嘞，加上了。走。有什么事情，咱们就微信联系。好的，好的，好的。好。那以后常来啊。那我先走了，姐姐。拜拜，洋洋。五家店，搞定了。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挑这几家店了。我挑了五家最难的。因为这五家店的负责人都是女的。我一直以为在职场里靠姿色占优势的都是女生呢。你是在变相夸我帅了？哼，我是不屑，说着替我分担，帮我加班，看我跟傻子一样给你做资料，其实早就盘算好了，靠卖笑就能签协议的。姐姐，你这气怎么生得莫名其妙的？你是不是管谁都叫姐姐啊？以后别叫我姐了，我没有你那么江湖。从上次给业主发快递，我就发现了，咱俩不是一路人。你也藏得太好了，这还不算脱单？我们还没有确定关系呢，没聊起这个话题。都在一起了好吗？这早就不是判断标准了吧？啊？你这么开放的呀？那你喜不喜欢他？想不想进一步发展，确定关系啊？想的呀。你看他条件那么好，单身，有钱又有趣，但就是太好了，太不真实了。想什么？而且我觉得我昨天冲到他酒店，砰一下我就抱住他。你说我女孩子是不是特别不好呀？太不主动了。原来你是这样的人，王曼妮。不要笑了。你说他条件这么好，他跟你说是单身，你就相信他是单身啊？对呀，万一结过婚呢？吴佳，那有没有办法可以查查的？我想想怎么查这个。哎，要不你下次见面，你把他的护照首页拍个照，我找人试一试。护照首页对吧？嗯。哦，好的好的，我想想办法。大家好，东西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可以开始了。好啊，走。大家好，我是野兽派的花艺师，很高兴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完成一个适合家居摆放的捧花，我们开始吧。对了，今天你们来，我还想听听你们俩的意见。怎么样？你们看这家店，很嗲的嘛，挺好的呀，是不是还蛮美的啊？这家店在这个周末就结束营业了，我想把它接手过来。啊？开一家甜品屋，这样把太太圈下午茶就固定在这个场所里面。我是提供不了什么信息，但我至少可以提供一个信息交流的场地啊。如果这里的信息越来越多，那我就不用再去找他们了。他们是不是会挤破头都想来到这里？但这个地方贵不贵啊？是不是要花挺多钱的？那倒不用，这个地方小，花不了太多钱。但是现在我也没办法跟许幻山要钱了，我把我自己的保金赎出来了，虽然不多，但勉强能凑得够吧。顾姐，你真的好有魄力啊，想到就去做。哎，那你们也觉得还挺好的是吧？啊，挺好，挺好的。那就这么定了。嗯，那你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跟我们说一声好了。对呀，我可以去帮帮忙，反正我也闲着，你们俩要来就带着嘴来就行了。那太好了。这是最好的南极金枪鱼腹啊，因为靠近肚子，运动少，脂肪厚，一条鱼就这么几片最肥美的。嗯，很好吃。嗯，所以你是在香港定居的吗？对啊。啊。啊，
我有一次跟日本的捕鱼船，这海鱼一咬钩，从拉线开始翻滚挣扎，鱼肉就会产生乳酸，鱼漂吃破后得马上把鱼放到活水里，还要循环打氧，等上一个小时让它放松，这时候得用海水清洗，如果是用淡水，这味道就会掉了。听到我刚才都说什么了吗？啊，你在说鱼吗？我听见了。OK， 我还是好好跟你介绍我自己。我叫梁真贤，今年37岁，是个美籍华人。很多年之前回香港创业，便在那里定居很久。现在是单身，没有什么不良的爱好，没有什么犯罪记录。你现在有没有清楚一些？嗯。我明天回去香港。哦。下个月要不要跟我一起去瓦老阿图看沉船？尝尝我钓上来的海鱼啊。瓦诺阿图？对呀。喂，顾佳，你帮我查到没？查到了，王太太家在香港的律师查到她的单身证明了，她没结过婚。行，我知道了，谢谢啊。嗯。没啥运动啊，跟吃黄根儿了是吧？老公，从今天起，你的晚餐就喝这个了。晚餐就喝这个？你看你体检报告上不是写了吗？中度脂肪肝，大夫说了，就是因为你太爱吃了。爸爸，脂肪。知道什么是脂肪肝吗？我昨天跟于太太他们去听课，真的是学了不少知识。他们说现在断食晚餐是全球最流行也是最健康的生活方式。我喝这个也喝不饱啊。哎，爸爸脂肪肝。老公，到了咱们这个岁数，上有老下有小，身体是第一位的。没关系，以后我也不吃晚餐了，我陪你。陈姐，以后做晚餐的时候，只用做你跟子妍两个人的。我跟焕山要断食晚餐了。别呀，别跟我在这受罪啊！你体检又没毛病。光你一个人不吃，我看着也不忍心啊。没关系，我陪着你。人啊，21天就能养成一个新的习惯。3个月之后我们再去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效果。得 ，KPI 都等着我了。爸爸，你干什么呢？儿子，爸爸饿，好饿啊！你有没有小零食，给爸爸吃一吃啊？嗯。走。你也不容易啊，你。
你可救了爸爸的命了啊，儿子。爸爸，这玩具的下回我背举，这样就不会露馅了。你真是个小天才，我怎么收你这个小天才呢？来来来来，跟爸爸庆祝一下。嗯。你最近干嘛这么拼命连班啊？攒假呀，不然怎么去那个叫什么来着？哦，瓦努阿图，这个国家名字我连听都没听过。我也没听过，真是陷进去了。小琴，又偷懒呢？叫谁呢？你上次不让我叫你姐姐，我就只能叫你名字了。我刚才看你们在这聊天，就买了两杯咖啡，请姐姐们喝。谢谢啊，我有水，不用了，谢谢。同事啊，姐姐好。我新同事叫钟小阳。钟小阳，你什么时候还有个弟弟啦？你还别说，我曾经回家问过我爸，我还真没有走丢了的姐姐，可惜了。小琴，你老公下班来接你吗？不呀，他接我干嘛？啊，没事，我随便问问。下班咱们部门聚餐，是吧，小琴？我先回去了啊。好，下班给我发微信啊。好。姐姐，我知道他有老公，你不用提醒我。那就好。我闺蜜不识逗。谢谢咖啡啊。没事。姐，你在干什么呀？给我老公录个教学视频，回头让他学学怎么烤肉给我吃。哎呀，真的哦，我给你吃啊。那你看那小琴的手艺。哎呀，你等一会儿呀，小钟还没吃呢。来。小琴啊，这个肉不够了呀，你烤一点呀。嗯。我来烤吧。哎，你怎么什么都抢呀？我刚才尝了一块，我觉得不好吃。我烤肉可是练家子，我让大家尝尝我的手艺怎么样？真的？你胡说！大家聚餐一直都是我烤的，我烤的可好吃了，是不是？是，这道理。哎，小琴啊，你让小钟烤烤好了呀，我们也尝尝真正的小鲜肉。对，那你再拿个夹子去，咱俩比比，到底谁烤的好吃？比就比呗。服务员，再拿个夹子。好，谢谢。多吃一点，吃一点啊。妈，我这特别吵，我在外面跟同事聚餐呢，你有什么事儿吗？哦，那我回去打给你，好吧？好。怎么，烤累了出来偷懒啊？你烤的好呀，我正好歇会儿。烤的什么呀？一晚上烟熏火燎的，五官都挤在一块了，舒展一下。怎么我还能堵你啊？谢了。其实这五家店是我故意选的，我不否认，我就是冲着人负责人是女生去的。我本意就是想替你分担一下，我刚来，对商户不了解，对这份工作也不熟悉。我想来想去，我唯一的优势就是性别优势，同性相斥，异性相吸，这套林总不否认吧？我就想着能谈下溢价，也算是帮你分担了。我不认为这有什么可耻的。你唯一的优点啊，就是敢说敢认，心里想什么嘴上就说什么，这有什么不好吗？姐姐，其实呢，我真的就只管你一个人叫姐姐，真的。咱们公司各个部门我都转了一圈，工作就是这些工作，也没什么有趣的。我又不指望这份工作能赚钱，我就觉得你这人挺好玩，还能图个乐呵。哎，我就是那乐呗。不是这意思。哎，你怎么了？哎，我肚子疼。肚子疼？这门火车里面不会有什么东西吧？不可能啊。是急性肠胃炎，不是疟疾，还好。哎，大夫，我们晚上聚餐，大家吃的都一样，
他也没事儿啊。我看了你的病史记录，前一段流产手术是吧？这个时候容易免疫力低下，得多加小心。哦。姐姐，我先去缴费啊。啊。打了针，观察半个小时，回去好好养着，注意饮食清淡。好，谢谢大家。这个呢？喂，老公，你在哪儿呢？你能来接我一趟吗？你们聚餐结束了，你先叫个车自己回去吧。我在一个鱼友家呢，离你挺远的。我还没说我在哪儿呢，你怎么知道你离得我远？你们单位一般聚餐不都在单位周围吗？我知道餐厅的位置。乖乖的叫个车回家啊。别闹，一会儿我就回去。敬你一杯。抱歉抱歉抱歉。他们那边早就散摊了，我也跟大家说了，送你回家。哦，不用，你没事了。别啊，这大晚上的你还不舒服，我可没有那么不懂事儿。你要是想走走，我陪着你。谢谢你送我来医院，我叫完车了。拜拜。拜拜，那你注意安全啊。嗯。怎么了？能不能不打呼噜啊？谁打呼噜了？我还没睡着呢。狗打的。哎呀，别闹了，睡觉。真的是大不如以前，不给你饭吃你试试。我老婆呀，要把我们爷俩呀逼成啥样了？少吃一顿饭，又不是活不了啊。这女人啊，要是狠起来，猩猩都能退化成猴子。不想再做人了，啊，哎。对了，你借我们公司那周转资金啊，物价说已经还给你了。谢谢，哥们儿。你跟我这客气什么呢？我就说吧，你们家这些大事儿啊，还得是顾家做主，连我都佩服他。就觉得吧，我老婆啊，最近有一些变化。接这大单子未必是一件好事啊。我怎么没听懂啊？这么大一个乐园，每周都得去办这个烟花秀吧？这对于公司来讲，那直接就可以流水翻番啊。原本想的不是这样，顶多呢就获得一个竞标的资质。哥们儿想凭着哥们儿牛气的设计，让他们开开眼啊。你们不是还用外国团队吗？我就让你们知道，我们国内的烟花现在已经到了什么样一程度了。可现在倒好，就一句话，人家说拿下就拿下了，就是你说的瞬间质变，这不是在走捷径吗？你说这么多呀，我才明白。你就觉得呀，你的那些才华没地方用，你的价值体现不出来呗。顾家现在把保险都卖了，要开甜品屋，一心想拢住那些太太圈儿。
哎，我担心啊，这会不会出什么问题啊？这能出什么问题呀？现在什么社会了？人情社会，人家顾家忙活这么多，为了什么呀？不就为了你那个家吗？你愿不愿意咱们两个换一换？啊？怎么了？怎么了？不是，这帮小子他妈的太矫情了。你们想干什么呀？我们还没到时间呢。那你这站场子也不踢呀？踢不踢也轮不到你们呀，懂不懂规矩？怎么了？你把球捡回来，咱俩算完。我就不捡，怎么了？想打架？行吧。打架！老婆，现在孩子不讲道义，打人专打脸，下手也太狠了，鞋都给我干没了。哪根记不住人呗？蹲下，蹲下！谁让你们说话的啊？你哪位？我是许幻山的家属。许幻山？谁啊？我。你蹲下。跟我来一趟。啊，同志，这是怎么回事啊？许幻山带头跟人家学生打架，他先动的手。哎，哥几个，哎，这事儿没话。甭管有话没话，这事儿确实是我哥不对，先动手了。我们不要钱。不要钱，那倒好办了。哎，你这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不接受赔偿，拒绝和解，那就得落案。都是在校大学生，有组织，有纪律。这事儿要让学校知道你们在校外打架斗殴，多少有点影响。我觉着没必要，不要钱，没关系。回头啊，让那几个老板在球场给大伙办张卡，以后踢球就方便了。咱想什么时候踢，什么时候踢，是不是？大伙说是吧？啊。不好意思了，哥，你看我这冲动让你都受伤了。说什么呢？这都是缘分，不打不相识。来，哎。咱们加个微信吧。哎，好嘞，回头拉个群，有空一起踢球，好不好？行，那我们扫你吧。你扫我，扫我，扫我，扫我。我当着一大家子给你留面子就完了，倒好，还显摆上了。没什么大不了的呀，结果是好的，这不还认识一帮朋友吗？你别说，我这架打的呀，还真有点意思，找到了点莽撞少年的感觉。好什么好呀？你自己忘了明天要去北京出差啊？你这弄一大花脸，怎么见客户啊？哟，我这么大事儿忘了，都怪我这脑子不太好使。我一直就反对你去踢球，你说那么多运动你不选，非选这种激烈碰撞的。上回韧带拉伤就拄拐一个多月，这回可倒好，还跟人打上架了。你跟沈杰不是挺有数的吗？怎么凑在一起成负数了？踢球锻炼不是好事吗？打架是一时冲动，不就把明天的任务忘了吗？还好陈旭把你捞出来了，你要再给关进去，咱们之前努力全白费了。怎么能白费呢？人家连我的设计方案人都不看，人家看我这张脸呀。只要你别得罪那于太太，人家那园子不可多了吗？你怎么说话阴阳怪气的？轻点儿，
怎么阴阳怪气的了？你现在数落我跟数落儿子那有区别吗？晚饭晚饭不让吃，球球球我现在不能踢，我一点自由都没有了。我多大岁数？那我过两天我就不能叫你老婆了呗？我得称呼您许太太。说来说去，你还是针对太太圈。对，我就是针对太太圈。咱家生活过得挺好的，为什么非得蹦着脚往上够啊？好好什么好呀？你不知道吗？咱们家公司的特殊性，一出事就是大事儿。对不起，我刚刚态度不好，但我也是着急。咱们家好不容易迎来这样的局面，你又把脸弄成这样，我也是心疼。但咱们现在的烟花燃饭方案还没通过，单子还没有彻底拿下来，咱们这个时候也不能放松。你说呢？说的对，确实不应该打架。我先带你下水感受啊，如果你不太恐惧大海的话，接下来几天就可以考个潜水证，那就自由多了。估计觉得除了扛枪上战场的战争年代，想成为生死之交就一定要一起潜水的，因为好的前半比任何关系都动人。到了最深的海，四周都是漆黑的，唯一跟你连接在一起的就是你的前半，你们要互相照顾潜速、氧气量，一起排压、渗水，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你的前半都是你最后的生命保证。那等会儿我潜下去了，是要把命都交到你的手里了。那你相信我吗？等这次船潜结束，我一定是你最信任的。This is definitely not in the current. My torsion, my unregulated orifice away. It's too exciting. And I gotta tell you this.
compared with those beginners, Nini did so well. She's too calm. She saved my life, and she helped me to find my oxygen back. Really? Too scared. Too scared. I don't want to go back out. You know, for your first time, you surprised me. You did so well. Many diving accidents are caused by the oxygen nozzle falling out, and once you panic, it's fatal. Yeah. Well, actually, I have no other feeling than hunger. I can't eat well. 我去买吃的，等我。 Hey guys, you know what? I heard the place we're going to tomorrow. We can see possibly a whales. Yeah. Cool. I don't want to go back anymore. I was just there bored. Come on. Oh, so this diving room is really great. Yeah, yeah. That's why it's so popular. Yeah, it's true. We reserved that place a year ago. Oh. What about you? I'm not sure. At least half a year ago, it was impossible to get a place. Yeah. Did you guys want to go to the beach? Yeah, sure. Yeah, yeah, it's cool. I'll see ya.声音都醉，我是我的风。